你相信的，予伊骗你结婚。现在伊上个头，叫警察伫遐等我，等你抓我。莫怪你最近凄惨落魄，看起来这宋凌峰是真骨力，去报答你啊！都是我好倒啦。我有讲过，我一定后要跟你离婚。你起码就搞我名签签的。国杰，你跟我签，你跟我签啊，你跟我签。我不爱。但就是那少爷，敢讲你嘛是来找吴兴安的？但是你有了无唔对，但中信甲温瑶交界，伊就是来替温瑶，所以吴兴安提迄个影片。你若是真正有把所有资料删除，那恁你和我看的画面阁是啥？吴兴安的代志。王金，咱来掺一卡。咱看起来，咱中心想要保护的，都是伊甲文耀的关系，绝对袂当予人知影。伊到底是安怎要甲陈中心有交结？伊到底想啥？我真正是想无呢。我当年因为相信你，予伊骗你结婚，现在伊上个头，叫警察伫遐等我，等你抓我。莫怪你最近凄惨落魄，看起来这宋凌峰是真骨力。报答你啊！都是我好倒啦！我有讲过，我一定后要跟你离婚。你起码就搞我名签签的。国杰，你跟我签，你跟我签啊！你跟我签，我不会。你有什么代志，你爱讲出来，妈妈唔叫我多替你讲。你讲哪？你安尼妈妈是足气的，你知无？雅杰，小张我唔是罗家囡仔。